把它碰到一起来了先啊。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要不要关灯？关灯。好点。这要清晰很多。这是怎么那么脏？很花嘞哈。地脏。它地脏是不？不是，你看那个脏是随着那个移动的。哦，是它的那个白色的点那里。镜头可能没有恰好，那飞碟那种。 不是这个东西也溜，是镜头，是镜头，就是好了。是，我以为它飞离了。我以为它飞离。有灰尘的应该。我以为它飞离。嗯，这个不错哈。嗯。效果很好，对吧？就5瓦了吗？来，我欣姐，你放松一点，我再放低一点。这几瓦的？5瓦。问一下价格。 它这个好像它这个表面磨砂，这个很清晰哦，看得很清晰。这个，人家有立体感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觉得吧？照屁股哎。不是，我看这边怎么模糊一点，这边就不会，是不是？是，对，可能是它的边开模开的不好，飞临这的不好。对呀、啊，跟他说这个是不是没对齐啊，或者怎么样呢、啊？这个轮廓不够清晰。 其实冰边也是差不了多少只，最主要是中间，照个地上根本就看不到。这个地上是这样这么大的吗？没有那么高了，车门。那就有这么大。哇，有那么大的？嗯、这是不是特别大、啊？我也觉得好像这是不是特别大？加大了，那个它镜头有关的，那个镜头大一点。透镜。嗯。它这个装才65厘米，然后这个装才60厘米。嗯，可以啊。